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那我们今天开的，哎、欸，不是游戏王，也不是魔风，也不是神宝，然后是开一个，算什么？圣诞礼物嘛。好，圣诞礼物，很闹的圣诞礼物嘛。好，那就今天犹太寄来了，那我们就来开吧。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，想要把它拿出来。好，这次不用了，来磨爱一下。好，他好像有好几款哦。对，好几款。啊，这一款好像是从嘴巴里面跑出来，看看就知道。哎，名片，魔爱面子为防水材质，由玻璃纤维及树脂制成。新品刚成会有些许树脂的味道，用清水冲洗后平放阴干，味道会逐渐消失。建议可以使用较薄的抽取式卫生纸，比较。不是用舒洁系列被打枪哎、欸，他有讲，大部分湿手都可以舒洁。被打枪，因为材质较厚，摩擦力较大，容易使用不容易抽取的状况。小，来一趟名片。哦，哇，这封的也太多了吧？这个保护太好了。很好啊，你不想拿到碎石像吧？哦，好厚，好厚的。我靠！好拿出来！这也太闹了吧！天哪！够闹吧？哎，可是它没有，它底下就是空的。对，它就是直接面纸塞进去，然后从嘴巴抽出来，很闹，这个超闹。还蛮像。他的头有皱褶，有皱褶。人家不年轻了，咦？没有，他有，那怎么讲？就是被滚过的痕迹，被车轮碾过，那就是他修的痕迹吧。他们还有签名，好好。Merry Christmas！ 圣诞节快乐！太闹了，感觉好像鼻孔抽的比较好玩了，是不是？我又想买鼻孔款，可是鼻孔款缺货了。那鼻孔款有两款啊。对啊，鼻孔款还有一个新的不知道是什么。它的新的没有在商场上，然后鼻孔款已经卖完了。好吧，只剩下嘴巴款。嘴巴款跟一般微笑款，可是微笑款我觉得不好玩，这个比较好笑。好，那我们带一个，拿一个卫生纸放进去。我们可能就是舒洁的。好了，比较薄，也许有机会。好死不死，舒洁。小。没事，我捞卫生纸出来，好难过。好像什么东西都吐出来。我抽一张看看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可能比较少，但摩擦力够。嗯，好像什么东西射出来。其实还有一个盆栽，但是它一直在路上，还没有到。哦，还有盆栽啊。对。好，我们再开这个魔爱像，卫生纸的，这还蛮好笑，蛮闹的，蛮好玩的。好，有时候可以之后会出现在背景上面，之后会出现在背景上。我背景东西越来越多了。说到背景了，好，没事。嗯。好烦哦。烦哦，好了好，这个好。不过它还蛮沉的。嗯。树脂加什么？
你刚演素质加忘了，看完就忘了。玻璃纤维，玻璃纤维加素质，所以还稍微有点重。哦，你要挑剔的话，我就觉得它上面这边有一些痕迹。好，神奇的开箱，圣诞节开箱，脑袋空空，不抱起来蛮凉的。你想干嘛？你就抱着燕子盒睡觉吧。你这个还蛮凉的、啊。你就抱着它睡觉吧。我要可以帮他点个眼睛开光一下。不要，你最近是数字油画过了哦。你不要为了帮我开数字油画就变这样。冷静。我要开光了。我只好跟他一样呐喊。大喊没进去。好吧，那先。哎，怎么大喊有进去？好了，找个地方放。小心我们的照片不要曝光一下。对啊，其实有出现，只是看不太清楚而已。你要不要把牛在那里先一票？我们那里比较杂。这个能包。该去要整理了，该去要整理了，爸爸。好烦哦，不要闹了，好烦啊，好烦。好了，好，甚至纸盒放好了，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啦。闹哎、欸！我们有新的面纸盒。好烦，我错了。还蛮装置艺术的。好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个开箱到这边啦。这个包装还包的还蛮好的，里面都全部都是这种，哦，怕摔碎，蛮溜的。好，盒子其实还蛮够注意的。嗯，等一下好强。正面，我觉得这个样子比较可爱。那个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比较喜欢那个？这样子就憨憨的啊。我想说这个太很长了，太长了。啊，这是鼻子抽的不是吗？好像是。这是抽鼻子，对啊，好像是。对啊，这是抽鼻子的。可是那个卖完了，很早之前就抢不到了。很快，就憨憨的，很可爱了，憨憨的，然后好像又在笑的感觉。好，可惜。我这个盒子设计我觉得很好看。嗯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开盒就在这边，背面是这样，有种类。质感还不错，纸盒的质感不错，纸盒质感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完这个魔爱巷的卫生纸盒。好，我就是日常生活了。好，今天开了两个开箱。好，那我们就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啊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喜欢，想持续追踪我的影片，看到更多的开箱。我中日常开箱比较少，我这个都是游戏王开箱。想看到更多游戏王开箱，记得订阅我，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三福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